复仇类节目。我这叫张九龄，大胆胆子小了也他妈找不到你的账。还佛埋过人呢，那是我的功课。你还卖我冰毒，我是中间人呐。我他妈是你偷袭的叙利亚，全都炸。老爷子，你这话跟不愿不愿去不去不去，来人呐，上前枪毙，给我去。这就是只手遮天的栾副总吗？你好大胆子！哎呦呵，胆子小了也他妈到不到你这儿来。你们抢过几家银行啊？那就没数了。你也活埋过人吧？那是我出的主意。你叫栾平啊？这我叫栾平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呦呵，胆子小了也到不到你这儿来。你是那头啊？我就是那头。栾问这话去不去？不去。怎么不去？枪声不去。来人，哎，上前枪毙。去。